可惜嘅係兩個問題，有貨到冇合理解答。先
咗點解係2009年啦？現時法例都有以年份做分界線嘅，例如寮屋政策。但如線所針對嘅係個行為本身，無論作出行為嘅係長者定細路，都一視同仁，呢啲就叫公平啦。但而家有方所倡建嘅咧，係以出生年份作劃分，等於用法律話俾大家聽，你邊年出世就決定你有幾多自由可以享受，有幾多權利要被剝奪。請問如此嘅立法思維同其自身嘅相差幾遠呢？有方話政府喺度想逐漸收緊呢、這個控煙嘅呢個政策啦，但睇真啲，連政府都冇一個清晰嘅全面禁煙目標，有方又點肯定可以做到呢？再講，有方明知唔公平，而家仲要強行推行，並只係依賴未來嚟填補漏洞。再進一步睇啊，啱啱有方力所吸煙嘅禍害，但又要香港社會等多70年先可以全面禁煙，唔係自相矛盾咧？點解為等70年？好簡單。因為立法禁得到2009年或之後出世嘅市民唔買煙，但禁唔到佢哋揾其他親朋戚友代買煙，所以除非今年14歲或以上嘅香港人全部都過身，否則禁煙中國根本冇可能實現。而香港人均壽命83年，即係要等2091年啦。有方台又話可以令新一代咧就無煙人喎，就犯下咗畫刀嘅謬誤啦。啱先我已經提到呢、這個禁煙中國係幾咁荒謬嘅事。再加上喺幾十年後要捉呢啲人難上加難，只可以每個檢查身份證。有方如何確保喺唔增加執法難度嘅時候，同時令新一代無煙人呢？今日大家有冇聽過咩立法要70年先可以達成目標？同時如果可以容忍等咁耐，係咪意味住問題根本唔嚴重、唔迫切？又點解要用到立法呢種最嚴厲嘅手段去應付呢？結合上述考慮，我方嘅反對辯題主要基於兩大原因。第一，有違立法原則；第二，後果嚴重，先我違反立法原則。啱啱我已經提出，以出生年份去界定自由界限唔公平，等幾十年去實現目標，立法邏輯都難以自圓其説。實際上，即使官方力令人感到嫌棄，根據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同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副主席湯修齊，除咗實現禁煙中國呢個目標，我哋已經解釋咗有幾矛盾同埋不切實際之外，另外仲有3個原因。包括吸煙45周年，政府換屆同參考新西蘭，好似有方同學所講啦，呢4個立法理由無一充分並合理。有方請問有邊第5種理由去支持立法建議呢？如果當局好似有方咁一意孤行，恐怕會帶來嚴重後果。後果一，當大家會問2008年嘅人食煙同2009年嘅人食煙有咩分別？2009年食煙嘅人唔通就對佢哋毒啲、臭啲、多啲二氧化碳排放？當呢啲質疑出現，而法律無法解答，最動員大家對法律制度信心。隨之而嚟，對政府亦都係產生違禁言論嘅質疑。更甚者，反而打擊禁煙成效。大家有冇聽過潘多拉效應？意思即係越禁越吸引。但如果當下係全民齊禁，想試都冇得試啦。但禁啲唔禁啲，誘惑更大，可能令佢哋買私煙。反方真係肯定對你哋想達到嘅禁煙成效，必定利大於弊咧。如果有方想令全民禁煙嘅話，
如果有分我分我講過係全民禁煙，我分講嘅係零九年之後出世人禁煙。有分同我冇分解嘅意思，但係先，政府係咪要將人身嚟措施，去令到香港嘅禁煙率再下降？有分話，如果想令呢個煙率下降嘅話，咁就應該全民禁煙呢個。我方冇講過，咁你方話要全面禁煙啊嘛，即係其實有方咧都係承認要香港今日係要禁煙㗎。咁啊，我問有方，今日青年人係咪好容易受影響？第一答翻有方話之前嘅問題先，我方冇承認過一定要全民禁煙。我有方話你頭先已經講咗啦，你話我方要，你話你方要全面禁煙啊嘛，咁呢個有方話已經講咗嘅時候，就冇得再講落去啦。你答翻個問題先，今日青少年係咪好容易受到煙嘅影響？係咪容易受影響？等先，有方同你等我。答翻我嘅問題先。今日青年係咪容易受到影響？我方認為，無論係青年定係成年人都應該會受呢個煙草。但今日青年人係咪更加容易受影響？我方見到嘅係今日青年人係更加容易受到影響嘅時候，所以我哋要係新一代嘅時候去禁煙，佢哋由新一代嘅時候去出發，令到香港第時喺50年、100年之後都冇人吸煙嘅時候達到無煙嘅效果。咁可能我城市嘅吸煙係有害嘅。唔好意思，我記憶力真係唔係好好，我唔記得究竟控煙對青少年嘅影響大啲，定係對成年人嘅影響大啲。我可以而家會解釋，你答翻我，今日吸煙係咪有害嘅對人？如果以有方學嘅邏輯，如果以逐步逐步收緊嘅話，咁有方學都阻止嘅。今日逐步逐步收緊，有方學。在座各位先喺音樂嘅立場，實在發現咧，青年主辯同埋公辯成功學咧，其實已經成咗今日食煙嘅人有害，承認要控煙，承認要做到無煙城市。咁今日咧，其實嘗試呢一個數字，就變咗2008年、2009年咁樣咧，但成件事係咪呢個數字咪真係咁重要先？今日我講緊咩？今日嘅辯論題嘅側重點唔係講緊2008年、2009年，
而係講緊今日係咪要更新一代嘅買煙嘛？你同我哋講今日成件事，哦，點解唔係呢一年啊？問題係因為我哋見到你話大人，你話佢哋而家已經禁緊煙，但係其實你青少年當你大個嘅時候，自然有呢一個權利，咁呢件事係咪應該禁咧？咁啊講緊呢件事對於成個社會嚟講有一定嘅公眾嘅權益嘅危害嘅時候，呢件事又係咪需要去處理咧？退半步嚟講，如果我真係好想拎數字去推翻個辯題嘅話，你必須論證有冇所講多年少一年。點解一定好過2009年咯？咁我哋都同佢講，今日咧以出生嘅年齡去界定一個界限咧，係唔公平嘅事。你今日我見到啲咩？因為今日政策嘅改變就係考慮緊社會嘅利益嘛。我係第一個冇得去考中文嘅綜合，我係第一個冇得去通識科。咁唔通我又話呢件事唔公平咩？我今日講點咩啊？係今日講緊，就今日呢件事對於社會嚟講有一定嘅問題或者一定嘅方法可以解決嘅時候，自然就需要去做。當今日2009年後係有助推動到無煙城市，同樣地社會就自然應該要去做咯。我今日一行人都自己都知道，今日煙草對於人有害，會危害公共衞生嘅時候，我初頭一件本身已經係錯嘅事，根本就冇公平性可言噶嘛。如果今日我係講真話，要咁執著於喺公平性上面，今日食煙令到市民病，市民病咗，你咪對嗰啲食到二手煙甚至三手煙嗰啲嘅市民嚟講，係一件唔好嘅事，對佢哋係咪唔公平咧？所以講到尾，今日唔公平嘅唔係我同學，而係有同學先係唔公平嘅始作俑者。仲有啲同學咧，今日擔心咧成件事要去禁止2009年去買煙件事有執行性嘅問題，擔心係真係執法嘅難度啦。就係講啲小朋友，因為自己都知道今日係成立咗我公立電台啦。先唔講今日其實中學嘅具體疑難係啲咩？係咪只要解除咗有中學所謂嘅一啲疑難，所謂嘅啲問題，咁有中學就不論心中定係口中都會支持電台咧？咁啊，18歲以下嗰啲人佢唔可以走翻，唔可以去投注站，但同樣地，佢揾19歲，可以揾30歲嗰啲人去幫佢去做呢件事，咁呢件事其實都有問題過，都有呢個漏洞嘅喎，因為以後乜政策都唔需要去做咧。就是各位，2022年係香港控煙嘅40年。由以前冇任何嘅監管，個個都食，到今日成個香港都知煙草唔好。上年嘅吸煙率降到9.58%，每一步都非常之唔容易。過去40年，政府一直要盡量減低吸煙率為控煙嘅目標，以多管齊下嘅方式去實踐，立法、宣傳、教育全部齊曬。然而，有見吸煙率下降嘅幅度減低，以往嘅控煙措施只係治標唔治本，有其局限。我哋作為公共衞生嘅把關者，政府就應該要及時去調整政策。與時並進，以煙草中毒為目標。今日我哋見到佢禁止2009年去買煙，就係要推進無煙城市嘅最重要一步。多謝各位。都擺放正義女神像，點解？
好責任同埋追求嘅法治精神。但今日有方提出嘅新法例，無視甚至公然違背呢一條基本嘅法律原則。佢哋已經用出生年份去劃分邊個可以享受更加高嘅自由，邊個嘅權利會被剝奪，正正係將歧視同埋差別對待白紙黑字咁寫入法律，挑戰我哋平常人認為人生而平等嘅原則。香港成個司法制度係建基於社會契約，而最緊要就係人民信任。但一條惡法已經可以動搖到法治精神，摧毀司法制度嘅形象，同埋令到人民對佢失去信心，甚至做違規矩，而呢啲代價係削弱法律嘅神性。當大家唔再相信法律，唔再遵守法律，後果將會係不堪設想。試問，最後我想問一問友方，既然落實咗呢條惡法會帶嚟沉重嘅代價，點解你哋依然一意孤行呢？第二，我想問你哋，呢條法例係有咩凌駕必要性，係可以容許佢完全無視法律基本原則咧？多謝大家。放喺會威脅到社
你只有全面禁煙先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咁如果唔係全面禁煙，就唔係做到呢個平等自由啦。咁有不妥，究竟呢、這個摧毀呢個法律精神係嘛？係咪一件好事咧？今日從來冇摧毀過法律精神，我哋今日講嘅係維護全香港公眾利益。其實有可能我哋話你零九年唔可以吸煙啊嘛，有可能主編你係咪想吸煙啊？第時你係咪想自己身體唔健康啊？第時有冇同學我方主編咧唔係想自己身體唔健康，但係佢認為佢自己想有權啫。咁有可能你係咪禁止佢有小權嘅？有可能今日就話想全面禁止煙草啦，另一方面咧又話想爭取自由，有可能知唔知道呢個係一個矛盾嚟嘅咧？同埋有可能我哋而家講要公平啊嘛，即係如果咧你食得嘅話，佢都應該食得；如果佢唔食得嘅話，你都應該唔食得。就係、是、公平咁簡單，有可能問你係咪問題？但係今日你冇留意錯過喎，哇！你今日出嚟食煙喎，人哋吸咗二手煙，香港每年成千幾人，有可能佢漠視咗呢啲人嘅性命。咁有方同學，你講到話咧二手煙咧係嗰一個係咁大，咁點解你唔索性全面禁煙，反而淨係禁呢一批理論上從未食過煙嘅人咧？咁啊，承認咗要全面禁煙啦，嗰陣時我其實已經承認到今日咧係要做到呢件事，我都全面禁煙，只不過係將我方嘅辯題擴大到對象範圍嘅時候，我已經承認咗我方辯題，多謝方承認。咁方學我唔同意喎，你而家係咪立法禁止女性唔可以買煙草產品？跟住之後我哋話係全面禁煙，咁都係禁止到個辯題。咁同學咧，其實已經講完啦，佢就講啦，今日我哋見到啲咩？今日見到係好簡單，今日我哋見到就係今日自由同埋公平性，其實其他嗰啲嘅防疫法例嘅都點樣去公平同埋自由性嘅？今日呢件事係咪全部法例都唔需要做啊？有班同學其他有科學根據盤仔做乜而家下決定嘅話咧，每一次立新法嘅話咧，都會有出嚟同人解釋點解係四個，點解十二個，點解一點五米，點解係限你三日？但係個問題一定要糊啊嘛！咁我同你講有冇科學根據啦？你有我咪熟咯。今日我都係講過，有醫生話咗話青少年吸煙就唔好咯，同埋會危害到其他人健康咯。因為二手煙有三十年嘅危害年限嘅時候，咁今日呢件事應該做先。有冇同學？有冇同學？我想我哋明白到咧，就係依家青少年係唔可以吸煙，因為佢哋唔可以買煙嘛。但係同一時間咧，就我又想問我，咁你哋咧就你哋就係話醫生話吸煙唔好，但係點解咧？但係醫生就冇解釋過點解一定要係限咗零九年嘅條件。嗱，講到尾咧，今日就講到尾，小學咧已經教咗所有人嘅辦法。今日成件事咁簡單，今日你見到佢哋慢慢成長嘅時候，佢哋成為社會最大部分，自然啊令到成個社會變成無煙社會。呢件事，小學我相信你都同意啦。所以我想問小學同學啦，今日自由重唔重要？有分同學，因為都係重要嘅。咁我想問你啊，分同學，我想問你嘅係咧，而家我哋見到嘅就係咧，原來你而家就算我俾你通過咗，你都係八成唔重要嘅喎。同埋你講嘅嗰啲未成年。咁我佢話佢判斷嘅判斷唔到嘅話，咁我哋問我哋就算翻嚟到廿五歲都唔係你呢一個，都係公平嘅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有冇八十年後先做到你嗰個禁煙通告嘅話，咁請問呢一條法例有嘅成效有幾大咧？八十年先做到就唔做呢個通告，你太搞笑啦！係咪今日用五年做呢個通告先？而係有冇同學你講到個問題咁大嘅時候，突然都要八十年後先做到喎？咁所以其實有冇同學你如果要咁咁緊張去維護佢哋所有人嘅話，咁點解我哋唔可以全面禁煙咧？有冇同學咁樣解釋點樣可以喺短效嘅時間完全禁煙？所以呢個係有方學嘅論證責任喎，有方學嬲喎唔緊要，但係你唔好連條辯題都嬲埋啊！有方學條辯題清楚列明，要係二零零九年後出世嘅人，要清楚地指出呢個係一個，而我方先有指出呢個係一個唔公平嘅政策，有方學又點解釋咧？嗱，我方係好嬲你啦，係你自己講嘅，咁我今日要逐串駁回啦。今日我方係話禁止零九年後出世，但冇講過全面。今日係我方你哋自己一直話要禁止全面。禁煙啦！咁我今日我方就問你，我方解釋得好清楚，點解唔要禁止零九？因為對青少年有害，要提早培養新一代嘅無煙嘅人。咁香港五十年之後咧，香港會變咗無煙城市啊！咁有位同學，你又點樣去解決到做到你所謂嘅短效，即短時間又可以做到無煙城市咧？有冇同你冇講噶？其實有位同學，今日咧香港係全球吸煙率最低嘅。我哋見到其實有呢個數字嘅話咧，國際係對我哋覺得非常之驕傲嘅。咁如果你係做一個咁低嘅話，好嗱，你又唔出全面禁煙？嚟九年呢個又公平，咁其實咧，我哋仲有可以有其他補償方案嘅，例如話，哦，得你個嗱，咁我哋見到咧，今日禁止零九年咧，我哋係睇長遠嘅，因為我哋知道而家禁全面禁煙係不切實際嘅事，冇乜人承認到，冇一個國家承認到，所以我哋要長遠嚟講，香港就到無煙城市啦。咁咧，國際而家對我哋好驕傲啊嘛，因為吸煙率低嘛。咁第二，做到無煙城市，我哋香港人更加驕傲啊！有啲同學，我哋今日所講，因所以我哋就禁止零九年出世入煙啦。Thank you.
都冇所謂嘅。咁就好似吸毒咁樣，真啲毒品咁樣，如果你可覺得煙草係咁壞嘅話，你會唔會等到而家咧好多人吸毒嘅，咁所以不如咧我等我70年之後咧先飲到咧，唔會飲噶嘛。咁所以飲翻轉頭，淨係睇點解煙草咁壞，都唔係而家咁樣飲咯。因為點解我哋啊，佢就話因為傳染咧，而家係唔可能做唔到。但你要睇嗱，禁當你話禁煙嗰時，就係指一個人有冇權去做呢件事嘛，而權利係一樣都平等噶嘛，冇理由一個人有權利，嗰個人冇權噶嘛。咁所以有可能選擇咗去剝削人權咯，至少希望警方知道呢一點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即使要禁，咁因為會公平，即係真係零九零之後嘅出生嘅人嘛。一方面就頭先咁講，有可能已經好衰啦。咁另一方面，亦都係覺得淨係需要禁一半人先喎。有翻一半就問我哋吸煙對社會好大禍害，係又係公眾衞生，係對要承擔要罪嘅人唔公平。咁既然如此，有翻禁一半唔禁一半嘅政策，仍然係對呢啲所有食二手煙嘅人唔公平喎，因為仍然係要承受08、03以前嗰啲人佢帶出嚟嘅禍害啊嘛。咁樣又話嗱，希望成日我哋只係想禁防止啲青少年成癮嘅啫。咁你想防止啲青少年成癮，你話世衞嗰個21歲嘅數字，咁將禁煙嗰年齡提高到21歲咯，咁佢21歲之前理論上都唔食，咁係唔會成癮咯。變咗個叔之後，佢都已經所謂冇咗青少年成癮嘅問題啦。咁點解仲要喺咁之後去食咧？我真係我係完全唔明白啦。咁當然我都有合理原因，佢係差別待遇，做一半唔做一半，咁咪就係歧視咯。好啦，咁講完點樣睇出有方嘅模棱兩可，即係探討下究竟有方點解會咁啊？點解會有方覺得做一半唔做一半待遇先係可接受啊？原來有方都係源於驚，因為有方驚政策推行唔到，有方驚。切實際的方案，我方義父已經解釋過，
受嘅演唱需求。今日有分同學不斷同我哋講話公平要平等，但其實我哋係唔應該係一件唔應該做嘅事去講公平。現場本來就係對人身體唔好，佢嘅政策係政府作為把關者平衡各方利益，而家為咗小部分人嘅需求就可以放棄全香港人嘅健康。有分同學係咪漠視呢啲市民嘅健康同埋性命咧？當2009年後嘅一開始就冇接觸過煙草，冇所謂嘅需求，咁點解我哋連保障佢哋嘅健康同埋整體公眾嘅健康都唔叫公平呢？仲用食煙嘅人去危害嗰啲唔食煙嘅公眾嘅健康，咁又係唔係公平呢？我哋係唔係應該將公眾利益擺最優先呢？在座各位，其實每個人都有權掌握自己嘅人生，每做每一個決定，我哋都需要為其承擔後果。呢一個亦都係賦予我哋自由應有嘅代價，而呢一個代價從來都唔應該係身邊嘅人，由社會去為我哋承受。無奈的是，今日無論政府做幾多教育和宣傳，實際上經濟又因阻止人接觸煙草，社會上都仲係有一班自私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自己的一次利益娛樂，去做一些危害社會、危害身邊人的事，更加間接縱容了煙草市場的發展。商人為了圖利，將煙草市場的規模越發越大，而所有嘢都是環環相扣、根深蒂固。各國政府根本冇辦法一刀切去禁止生產煙草，根本就做唔到全面禁止。禁止一班有煙癮嘅煙民食煙，唯一可以做嘅就只有朝住減少新煙民嘅方向前進。當整體需求減少，煙草嘅生產自然就可以減少。因此，禁止
半即係好耐時間都對住個電腦講啦。咁調翻轉咧，真係出到嚟實體咧，咁覺得咁多語言可能多咗對網絡或者多咗對電腦咧，出嚟有啲位好簡單提起佢啫，唔會影響嘅。但純粹係作為一種好似便捷記憶，好似慢慢對於實體再少咗啲認知咁樣。例如出到嚟咧講嘢咧，唔使特別轉去望對方嘅。其實我見有幾多語言都即係望咗對嘅，你真正望喺望屏半，係啦，咁佢先即係就住你嘅演繹啊，就住你嘅台風去評咗分嘅。咁眼神都要對住屏半就可以啦。企台咧注意就企翻中間，係啦，我見有啲店員咧就企側咗位成，咁係啦，呢都可以注意下啦。慢慢搭翻堆實體台得噶啦，即係借呢個機會睇一睇嘅，咁都唔會影響大家嘅，其實即係純粹少少嘅 reminder 啫。咁今日呢場比賽咧，我由正方講起先，即係如果講內容，嗱，我覺得正方咧。坦白講喺前面咧，我覺得係相對收成少少嘅喺前面。點解咧？其中一個好關鍵原因咧，就係我覺得你就住變係09年呢個字咧，都唔係好解釋得多。咁呢樣嘢本身就聽住面都尚可接受嘅，但問題就係當呢一個咁嘅格局位，當你咁樣開出嘅時候咧，而對方強攻你09年，而你冇俾一個好嘅解釋嘅話咧，咁嗰位就會喺呢個對壘，即係呢場比賽對住呢個反方嘅主線。就顯得失色啦。咁所以去到嗰個位咧，我就期望，或者起碼前面啦，我會期望你真係快咁樣去答到我09年你哋嘅解釋係咩？嗱，不論係有解釋好，冇解釋好，都唔緊要嘅，起碼你答咗聽點解你會咁樣解，或者點解會咁樣揀。但喺前面咧就相對少嘅，一方面喺一副嘅時候咧，你講類似我哋針對新一代個年份唔重要，就完咗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初步嘅解釋啫，你俾到我聽你嘅立場。但點解09年唔 relevant？ 我覺得仲需要解多少少嘅。而去到二副咧，我聽得好啲位，聽到個 make sense 啲嘅理由咧，就係唔能夠一刀切。但同樣啦，當去到二副一嚟就相對遲啦，即係解釋。第二就係你都要會解釋噶。咩叫做唔能夠一刀切，或者如果一刀切有咩困難，就反而冇解釋到嘅。所以就變咗針對09年呢隻字咧，正方嘅立場就只係我去到 even 去到。自由辯論啦，或者去到結辯啦，都聽到好難一刀切，好難一下子成效。但點解或者唔能夠一刀切背後原因或者一個解釋，一個 illustration 我就覺得唔夠。咁所以呢個位咧，我覺得係相對失色少少之餘，亦都係因為條辯題好關鍵嘅位置，就係、是、因為咧你前面講咗主要啦，因為起碼一半啦，我理解，起碼一半嘅內容咧，其實你將條辯題變做大部分其他禁煙嘅政策咧，深刻都 make sense 嘅。例如，如果今天是禁止入口煙草，今天可能是禁止煙的尼古丁成分，又或者可能是再加煙草税，巴拉巴拉。其實你哋例如公共衞生的考慮啦，你哋嘅禁煙藍圖啦，其實同樣係派一個喺條辯題度。換言之，就是針對今天呢條辯題，即係呢句嘢，就唔係太 specific address 到佢裏面啲重點，即係例如09年啊、公平原則呢啲。咁我覺得呢個位咧就可以把握多少少。而同一時間，佢唔覺得呢個位置，即係對方打得個公平打得好緊啦，即係成場打到尾啦。但係咪真係解唔到咧？或者喺你哋嗰個思路之下，係咪唔能夠好清晰咁回應到咧？我覺得唔係。嗱，當對面問你公平嘅時候咧，你哋嘅回應有兩種。第一種類似就係、因為牽涉到公共衞生嘅關係，所以唔係講公平嘅，講社會利益嘅。又或者你嘅解釋會係。呢個係另一種唔公平，因為啲冇食煙嘅人會受到食煙嘅影響，都係另一種唔公平。但其實我覺得咧，如果真係要理解個公平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你前半係啱，公平唔係大曬都係事實。因為呢份喺我理解嘅法律或者理解嘅政策之下咧，公平都唔係一個最關鍵或者係不可能解原因嚟嘅。只要你提供到合理嘅解釋位，我要 legitimate objective 啊，即係一個合理嘅原因咧，又可以凌駕到。但問題就係喺呢條辯題上，針對09年嗰個公平，因為今日個公平對方提出個質疑唔係吸煙與非吸煙者，而係09年與09之後嗰個唔公平，即係呢兩 group 人，你就解釋呢兩 group 人個分別啦，或者呢兩 group 人有咩比較大嘅特色喺你哋眼中，佢哋描述係點樣樣？咁我覺得新一代呢、這個或者你可以食住一刀切嗰位去講啦，即係最基本就係、是、啊，咁佢哋即係點？即係呢個位係。未來新一代，我哋要慢慢做落去，而且你都講，我覺得另外一個關於控煙嗰個大藍圖把握唔到嘅就係、是，控煙其實係一個長遠嘅政策，
正如你開始揾1982年做吸煙衞生條例嗰陣時咧，你都唔會預期係5年之內嘅改變。Even 你由當年百幾年數到今日40年都未夠到煙添，即係你只要將翻啲場投射翻大少少，咁你再配合唔能夠一刀切去改咧，咁我覺得嗰件事就會順理成章一啲，即係 make sense 到。而就係嗰句嘢，就係我覺得你哋係冇嘢解釋得到，即係你啲立場或者你個要點係有，但擺出嚟解釋同埋擺出嚟對方做一個攻防嘅時候咧，我覺得就變咗流於好大嘅理念，即係通常就係講吸煙影響公眾利益嘅影響性，就未針對到對方咬住嗰啲例如公平嘅原則，又或者係嗱，我覺得執法困難嗰啲，我哋大道理嗰位，我覺得過得到嘅，但係就係佢原則嗰個，我覺得係仲未駁得走裏面，係咁佢就打咗佢牆，咁就變咗係嗰位就爭少少。好啦，咁去到反科咧，我覺得個攻勢係唔利嘅，主辯咧一開始對於對方嘅質疑咧都攤咗幾多出嚟，即係包括對方講執法，即係你哋講執法嘅問題啦，即係代買煙啊，又或者係你針對對方你真係隔離咗70年嗰個咧，我覺得呢啲位係 OK 嘅，呢啲係冇問題嘅。但係有幾個位咧，我覺得要注意多少少嘅。第一就係、你哋將條辯題推落去嗰個弊處咧唔深刻。咩意思呢？就係、是、既然你大打公平啦，咁我繼續問落去就係、是，咁呢個公平有幾 relevant 先？即係例如我舉例子，例如當評判三個位喺度，我坐喺左邊，咁遲嚟嗰兩個評判就唔能夠坐，我坐咗個位，咁係咪唔公平啊？咁唔係嘅，即係我覺得差別待遇、不同、唔公平呢啲字咧係有 weighting 嘅。咁你哋之所以叫呢樣嘢做唔公平，背後所uphold 嘅理念啦，佢背後即係帶出嚟反效果啦，對社會影響有幾大咧？嗱，如果就住你今日台上面嗰個演繹，就只係講到類似影響管治威信啊、司法嗰啲原則咧，我覺得即係聽頭兩位都冇乜所謂，但真係再講落去咧就有啲多咗，即係嗰位就唔深刻，我就聽你繼續講一啲好理念嘅嘢。咁具體呢個公平仲有乜再講落去咧？定係其實只係一個相對細啲嘅位作為一個攻擊位，撐唔夠全場咧？我覺得呢個要留意，因為佢後面我覺得繼續講公平咧，就只能夠收到對方未必好有效回應嘅分。就唔能夠喺你哋自己主線嘅建立，或者真係要延伸公平呢樣嘢上咧，再攞多啲分。咁所以呢個位，我覺得第一個要睇一睇嘢啦。第二就係、是你哋攻擊基本上都我同意嘅，即係你問得對方嗰啲，大部分我都明白，我都覺得問得 OK 嘅。但調翻轉對面嘅嘢係啦，佢後少少佢問你某個問題咧，我覺得先係我想聽你哋解釋嘅就係、是、咁，你想點？喺你哋眼中第一你哋。好聽啲就要策略啦，唔好聽就要無賴啦。你哋就係話啊，咁敢唔敢都冇所謂啫。你中意敢咪敢，你中意鬆咪鬆咯。總之公平係啦。咁固然啦，頭先針對公平咧都冇解釋到。但問題就係咁敢同鬆，其實你哋都應該有個理解，即係嗰條問題就係、是、吸煙好定壞，試下三歲點樣吸煙。即係呢啲位覺得又唔使去到咁嘅。我覺得你俾個立場位解多少少都無妨啦。又或者你哋具體提出嘅反建議係啲咩？即係全面禁煙又好，你非要去到最尾叮叮嗰下，其實嗰下先係想聽嘅。咁反方其實你想點啊？即係你想加税做乜嘢？咁呢啲反而係我覺得係你哋要解釋嘅，係啦，你哋有少少責任要解釋嘅。但即係去到後面，我唔知係冇時間啦、策略啦，定係對方問得比較遲，呢啲位反而就冇解釋過，咁就變咗都某程度上係湊效嘅。你前面攻擊對方。類似係防守去打，壓制去打啊！但如果對方 keep 住嚟西自由面，而家佢 keep 住攻你啲立場咧，我覺得都有啲吃不消嘅，係啦。如果真係咁樣大打佢，咁係啦。最後多少少啦，然後最大嘅立場分歧咧，我覺得兩邊嘅攻辯咧，有做得好嘅位。嗱，先講內容嘅話咧，我覺得兩邊嘅攻辯打得好，但未夠決定性。點解咧？因為其實你打落去，你會 feel 到其實你兩邊最大嘅分歧，我覺得咧都係對於控煙嘅理解嘅，即係煙度咧係自由，煙度咧係不能存在嘅東西，即係呢個位我覺得都未拗清其實，但我覺得攻辯好嘅位就係在於你會攞到啲重點去問，例如正方攻辯咧，我覺得做得好嘅就係你每一條問題嘅層次係有嘅，而且你就住你條主線嗰個邏輯去問咧，我覺得呢個框架同鋪排咧，正方嘅攻辯做得幾好。
反抗觀點咧，我覺得主要係內容取勝更多，因為你開始問嘅大前提我都做得好啱，就係咁未成年依家都未即係唔使買，即係買唔到煙嘅。呢個位我覺得係啱，而且我覺得比較行嘅就係你攞埋正方個例子去講，即係正方有講過，如果冇聽錯啦，希望冇抄錯啦，係你有講過某個歲數之前嘅人，如果唔成煙嘅話，大過咗唔成煙嘅機會就大。我有聽過類似嘅資料嘅。咁其實呢樣嘢調翻轉就係你中年第一條問題要捉嚟問咗，咁我只要限制喺嗰個年齡之前擺啲咁樣，例如提高風合法買煙，咁呢個問題其中一個反應。咁所以就係又係翻頭先個位啦，就係咁其實你想點咧？即係你嘅立場係具體點咧？點解成件控煙嘅事或者煙草嘅法例啊政策，我就想聽多啲。咁如果補足埋呢個位，我覺得成個立論就完整，但調翻轉你冇你留住呢個位咧，對方就好易有多反意嘅危機，即係我有機會問到你，咁呢啲位就小心係啦。咁我分享住啲先，交俾另外兩位。可能講咗一啲讚相方面嘅事，
邊點解社會嗰個利益係會重要過你想一個人。咁但係咧，我最聽過一個好口號形式嘅就係、是、啊，我哋可以因為個人利益而放棄社會利益。咁但係你要實際上咁樣同佢核實，究竟佢所講嘅個人利益有幾大，個社會利益有幾大？點解做完取捨之後會得出嚟嗰個結論？而我覺得呢樣嘢係今日全場都未人太清楚。咁咁我就再講下，假設今日係最後呢個校長問書咁最大嗰個問題。咁我就會覺得係你本身嗰、那個今日反方嘅進路咧，就會係一個散打嘅形式，即係由主辯開始就講一個副委咁樣打啦。咁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咧我個後場啱啱同嘉佑講啦，我個後場比較清晰嘅位就係、是，因為你選擇嘅方向就係比較無奈少少啦，就係、是、如果你想點，即係你想禁就禁曬，咁你唔想禁唔好禁咯。咁但係我覺得你係需要俾一個解釋我呢個立場究竟你覺得禁煙或者煙呢件事究竟有幾壞或者有幾需要去做嘅。咁但係咧因為正方冇好直接去開到呢個位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未必係最大失分嘅位。我反而係咧，因為你兩邊都好似講得唔係好清楚，即係當對面同你講啲乜嘢嘅話咧，叫你去論證啲乜嘢，你都係會用一個方法去避咗佢。即係例如佢同你講啊，要你論證點解全面禁煙點樣做，咁然後你就同佢講話，我唔係話一定要禁煙啊，你話要禁煙全面禁煙啫嘛。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方法咧，一兩次都得嘅。咁但係發現原來對面係經常性咁樣去講咧，就會更加暴露咗可能你哋嗰個論證比較空泛嘅問題，變咗咧就冇個退進，因為你本身就冇一個好主要想帶出嘅嘢啦。例如你哋冇好主要咁樣去講。究竟係個執法困難嘅問題啊，又或者之後你講到話佢會動搖市民對法律嘅信心，但係你喺推進嘅情況咧，即係後場推進咧，我會期望聽到多啲嘅。咁但係去到後面咧，就會你都仲係問緊佢點解你係嚟九年啊，都仲係問緊佢一定會唔係會原則咁啊，究竟係咪人權咁樣？咁我覺得佢後面咧，仲係都等一堆問題咧，咁就係啦，咁就會對於你成場比賽嘅表現，我就會覺得有少少失望啦。因為我一開頭嘅攻擊係幾好嘅，咁所以去到後面，如果你能夠補足翻、補完翻呢啲位咧，咁其實就我就覺得會更加好啦。咁就係除咗咁係難，唔一定係一條連排，我覺得之後可能你都要留意假設下一個賽制短啲嘅，咁可以呢條進路，我覺得係可以。但今日如果你係有公辯又有自由辯論嘅環節，其實你喺夠時間嘅時候，係會有好多機會俾對方去攻擊你個立場嘅時候咧，一個搖擺不定啊，或者係啦，我覺得就未必係一個咁好嘅方法啦。咁可能其實要留意一下，你選擇某一個立場嘅時候，你跟住埋你要做嘅推進係乜嘢？咁係啦，都係講翻，我覺得反方咧係有需要去論證。究竟全面禁煙係咪做到嘅？因為咧，你今日係即係同佢講，如果你要禁，咁你就要全面禁煙。咁但係假設今日對方係真係有一個實質嘅例子同你講，根本全面禁煙係冇可能做到嘅時候，咁其實你嘅方案冇可能咁就唔係做佢個方案。咁但係如果你唔能夠去舉證你嘅方案係合理推行得到嘅話，咁其實你舉完之後就好似口號咁樣咯，你一係就咁樣做，你咁樣做唔會就。咁就令到我覺得你有少少好似避免
呢班人嘅知佢唐朋友去買煙啦，同佢屋企人買煙，俾佢食到咧都冇問題。所以從根本上咧，購買呢個字咧，其實係政府一個比較大嘅缺陷。咁我當然覺得你今日有嘗試去 tackle 嘅，或者有嘗試講呢啲流行，咁但係其實都可以再擴大咗少少。從呢個即係雖然呢個係即係現場走曬，但係我反觀意義，因為其實呢樣嘢咧，政府係即係比較難嘅，因為就係個本質嘅討論嘅一個即係流動啦。咁如果講翻場比賽咧，對於反方主線嘅話，一個非常之大嘅疑問。雖然嗰個正方完全冇挑戰過，但係純粹係同我嘅 common sense 或者同我嘅理解有啲出入，或者我覺得係需要更加多嘅發問先可以説服到我嘅議員。就係、是、你所講嘅嗰個公平嘅問題咧 ，OK？ 你想問點解2009年就得，2008年就唔得？問一兩次係 OK， 但係不斷去問嘅時候咧，就會俾人嗰種感覺就係喺度即係不斷問同一條問題，好想即係兩種問問同嘅感覺，即係我反問問。咁但係我覺得個問題就咁嘅，我諗翻轉頭，即係咁行過，即係咁樣完全冇講。但係如果係整開就好啲。咁如果你覺得分水嶺界線嗰啲係有問題嘅話，點解你自己所講嘅18歲就唔可以買啲舊嘅存在落嚟嘅？譬如而家講緊好多嘅政策，譬如講話今日台灣大選，咁你即係18歲嗰啲都唔18歲以下啲人都唔俾投票，咁呢啲都會有界線。咁譬如又係18歲先可以揸車，有好多好多呢啲法律上嘅界線。咁係咪代表本身分水嶺或者界線呢樣嘢係有問題咧 ？OK， 咁今日反方進一步去 elaborate 就話，唔係我哋除咗分界線同界線，即係嗰個界線啊有冇話唔話咧？係嗰個有冇一個合理嘅理由？咁而合理嘅理由，我覺得今日反方俾正方嘅論證大人就要不斷去解釋，就點解喺2009年之後，而唔係2008年之後？咁好坦白咁講咧，覺得正方係唔會答到呢條問題嘅，正方係冇辦法答到嘅，因為個問題就係。你如果今日嘅正方嘅立場，你係要講話截咗一批農民，你想截新世代，咁講緊2009同2008年都係新世代，都係呢一歲嘅，咁冇理由你2009年唔禁，2009年禁，2008年就唔禁啦。但係我覺得正方你指出嚟就係，反方咁樣要求你論證嘅嘢咧，係唔太合理，因為我冇可能話俾你知道，就係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要行到嗰個步驟嘅時候，你一定要截農啊嘛。咁如果你問我2009年禁，咁咩2008年唔禁？咁其實係冇意思嘅，因為個問題就係你始終都要自動化，咁你認唔認同呢個舉措先？如果你認同嘅話，咁你所講其實都係其次問題，呢個根本就唔係重點。個重點反而係你一副想講嗰樣嘢，就係今日討論緊係成個節目本質個措施嘛。咁你係問我2008年以前嗰啲點解唔禁？其實我真係答你唔到喎。即係啲政方咧係要 point 呢樣嘢話俾唔知道，其實呢樣嘢唔係變係討論嘅重點。咁但係好可惜，因為政方咧未能夠嘗試指出呢一邊。而講翻而對於反方嚟講咧，如果今日新分委最多係乜嘢咧？我都同意第一位朋友所講咧，就係、是、你用嘅一啲措辭啊，或者你用嘅一啲講法咧，有啲夠誇張嘅講法，即係個惡法啊，講好似破壞法治精神呢啲咧，一開始係 OK， 但係講得太多咧，有少少略嫌誇張嘅講法。咁呢個係我對於反方嘅一個建議啦。而我覺得今日正方咧去到後場咧開始受壓力。特別去到 3D 咧，我都係好明顯嘅，所以我 3D 即係我都講埋就係 3D 咧，嗰張分子係反方嘅。咁點解咧？就係、是、今日反方喺 3D 嘅時候咧，有嘗試問你一條問題，就係話既然你都覺得嗰啲煙啊咁有害，點解唔索性即刻全面禁煙啊？點解你個措施要做成70年咁你仲再做嘅？我覺得點解今日正方會咁受壓，或者唔係好 tackle 到呢樣嘢咧？就係、是、根本上就係多面兩位評判講，就係、是、你未能夠將你成個辯題嘅嗰、那個即係我去理解呢個題嘅時候，禁煙嘅進程咧，你係唔能夠交代得清楚。咁其實點解唔索性全面禁煙？點解係要等可能嗰啲反方所講要等70年或者30年都好？啊，杯係有杯嚟嘅，而正正就係你哋有講到嘅，一刀唔可以一刀切，你建議有實質講多啲。但係問題啲乜嘢咧？就係、是、你哋好多嘅嘢咧係散收喺唔同你嘅位置。咁作為評判咧，就要幫你重拾起你哋所講嘅嗰啲即係平衡啦。咁評唔評得成就好睇評判自己嘅個人嘅一個喜好嘅。咁我即係覺得我睇我嘅理解同今日聽落嚟，正方係唔能夠完成佢嘅評判嘅。咁但係我覺得正方要講到點樣咧，個評判應該係點樣咧？就係、是、今日成日雙方咧，對於無煙香港咧，我自己去理解咧，其實大家都同意呢個無煙香港嘅一個理解。但無煙香港唔係一個手段，佢只係一個願景，就係、是、希望越少人吸煙。而全面禁煙同辯題所講禁止某一個新世代購買煙草產品，都係你邁向無煙香港嘅其中一個手段。咁但係點解唔應該全面禁煙呢？全面禁煙係講緊完全冇進出口，唔俾賣。咁呢個情況底下，你個舊有煙民冇帶煙呢個
如果你要邁向你無煙城市嘅話咧，你要將你嘅對象分開兩批人。第一批人就係現有啲煙民，講真，政府行咗40年嘅禁煙措施、加控煙措施，你而家戒嗰啲其實基本上都戒咗，但係點解都仲有九點嘅吸煙率咧？就係有啲人煙重得好深，有啲數據係講話你戒咗5次都唔成功啦，或者係戒咗同埋。咁呢啲人咧，如果你係要即刻唔好食煙，即刻戒咧，冇可能做得到，呢個好不切實際。OK。咁你就要講啦，你最重要一部分就係，所以個針對一班現有嘅煙民咧，我幫你理解底下咧，就係、是、用現有嘅嗰啲控煙手段咧，繼續加強力度，啊加煙草税，擴大法定禁煙區，呢啲係冇問題。啊，針對嘅現有嘅嗰啲煙民，但今日我哋討論要最後邁向無煙香港咧，從來唔係就係講緊現有嘅煙民要減少，因為如果你現有嘅煙民減少嘅同時咧，你新一批人咧就越嚟越多，咁一加一減咧其實係冇可能喎。所以今日正方你要集中講究竟點解無煙世代？對於你邁向呢個無煙香港咁重要，而你可以提到一樣就係戒煙嘅成本有幾高 ？OK， 香煙有嚟會增加，咁會源源上陣啦。咁一戒咧就會有啲戒煙反應，好難去戒。咁所以你都指出或者 point 一樣就係，與其我哋等啲青少年或者新一代已經染上咗煙癮，然後再用你嗰啲現行嘅措施幫佢哋用公帑戒煙，點解政府唔係更加乾脆利落，由第一步已經禁止佢接觸香煙 ？OK。跟住咁，例如我哋再講就係，當現有嘅嗰啲手段、控煙手段加大力度，令到慢慢現有嗰啲煙民嘅比例開始減少，而同一時間透過辯題所講，2009年禁止新世代購買香即係香煙嘅法案咧，令到新世代購買香煙嘅嗰個成本高咗，佢哋越嚟越少人吸煙。再隨住社會嘅嗰、那個即係更替，即係人流更替，即係舊嗰啲煙民就即係死亡或者淘汰咗，你到最後先會賣。Okay， 我覺得如果今日正方，如果你不能夠有一個人頭很完整的 present 出嚟咧，咁就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失敗，同埋就係你未能夠完整去 present 到喺你正方心目中你嘅方案或者你嘅願景或者個藍圖其實係點樣。而且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唔怕講嘅，就係、是、你嘅主線係建基個未來，就係、是、你講真，你行嘅呢一個步驟咧，即係香港禁煙進程嘅一小步，即係其中一步啦，唔係一小步，即係其中一步。而你講緊香港過去40年嘅控煙手段做咗40年。才由 23% 降到而家9%，用咗40年嘅時間先做到呢一步。我哋加埋一個措施，慢慢個時間推延，其實可能要成40-50年，我甚至乎可以反方所講到70年係有可能。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都認同呢個目標嘅話，點解我哋係要俾時間局限咗，而唔係即係翻返去個重點就係、是、你覺得呢樣嘢重唔重要？如果重要，咪要禁。OK， 咁我覺得今日正方，如果你能夠即係預測得到，到最後你個藍圖或者你個願景係咁樣嘅時候咧。你面對反方肯同你講，點解唔全面禁煙？點解要7年嘅時間？你就好容易去講，因為你超過咗自己上網嘅嘢，你就可以反，你可以反問翻。咁有方同你係咪想禁煙，即係進程到一步到位？你係覺得而家要一刀切？你就唔使理佢，即係人哋當你問嘅時候，你應該反問翻對方。咁你想點樣？你係咪應該覺得一刀切？係咪覺得而家就即刻禁就最好咧？咁我覺得今日面對反方嘅攻擊咧，正方都係咁樣去，即係為要去守翻你自己所講嘅，就唔好去到後場咧就比較難。然後講多少少反方，對於反方而言咧，我自己會覺得就係、是，其實你哋可以嘗試我覺得係咪咧？我純粹一個小建議啫，係咪即係要咁重打嗰個公平？其實我考慮可以其他都可以查下咧。譬如公平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執法嘅漏洞，即係譬如一開始講嗰啲有啲人代購啊，會買食係唔犯法啊，甚至乎你可能講，其實而家啲先成都係電子煙嘅，你禁嗰啲傳統煙。如果煙頭真係好，雖然電子更準啦，但係呢個係，我覺得南方其實你個策略可以再多元化好多，未必真係要完全就頭去打到落，你都係打緊嗰、那個即係公平嘅位置。即係對於我嚟講，就係呢樣嘢，佢未必有一個好強大嘅 option 嘅，就係因為事實上法律呢一個東西係真係有劃過分界線，而且都係特別你自己都會睇